小猪罗志祥十六日到上海入职跳舞节目，结束后被粉丝目睹脚一拐一拐，疑似拍摄过程受伤了。不过他却笑着跟大家说没事啊。然后十八日经纪人就 po 了小猪膝盖包着纱布的照片，透露小猪要带着伤回台北上舞蹈课。加码爆料，小猪竟然只花15分钟学了一支新舞。可是小猪膝盖受伤还是不断练习。20日他自己在网上分享练舞经过，不料在一个跳跃动作后疑似膝盖无法负荷，直接跪在地上。他还配上脚还是点点点的文字，最后加了个哭哭图，感觉超级无奈也超级痛，看来小猪的伤还没有痊愈。小猪日前曾预告自己3月将带着新专辑回归，但3月已经过了大半都还没有消息。虽然粉丝心急，不过看到小猪那么拼命又舍不得留言，要他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会等你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